不要看啊，守不住。Let's go, baby. 我们来拍电影，一起来当电影明星。要演电影明星，你们倒不如把头撞墙撞醒他。大卡马上就要到，你应该马上颁布禁令，禁止他们拍那个什么小电影。戚继谷明年就将面临关闭。 兄弟不是这样子当的，不然怎样？什么时候逼过你？你到底心里在想什么？你这样以为我不在？你在说什么？打够了没有？这把菜刀给你们，要打先跟我打。人生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这句话根本是骗人的。长得越大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对于自己的人生根本一点都掌控不了。可以答应我，我要小时的无忧无虑，可以吗？我们不能去毕业了。 同学们，你们相信奇迹吗？